行医人为首，治病救人；为官德在先，公而忘私。医道官途，一医一,一官，一人一国，正气凛然。请听长篇小说《首席医官》，原著谢荣鹏，演播阿晨。 第二天，严俊背着手早早来到这房间门口问，问道：“怎么样？这个曾毅都交代了吗？”负责守门的那名纪检人员一摇头：“严组长，情况不对呀、啊！”“怎么个不对呀、啊？”“那曾毅他一个字都没交代，还躺在椅子上睡着了，我们怎么叫都叫不醒。”严俊一听，心说：“这还了得！” 我们办案的杀手锏就是不让他们睡觉。你们这些人办了这么多的案子，竟然还让人睡着了，这办的是哪门子的案呢？岂有此理！他一推门就走了进去，屋子里的几盏大功率灯泡此时全开着，都对准了坐在椅子上的曾毅。严俊一进门，都感觉一股热浪是扑面而来。 这灯光亮的自己眼睛都有些睁不开，而这时候曾毅竟然靠在椅子里睡得死沉死沉的，还打着鼾声，看起来挺悠闲的。别人被灯光照上一晚上，脸上的皮都要干裂了，可曾毅竟然红都不红上一分。屋里的两个纪检人员站了起来：“严组长，你快想想办法吧。” 这两个人熬了一宿，办法想尽，竟然没把曾毅叫醒。此时都是两眼通红。以前是自己熬别人，这回邪了门啊！自己倒被别人给熬了。严峻一抬手，厉声喝道：“你们是怎么做事的？屋子里一点娱乐设施都没有，如此枯燥乏味，曾专家又怎么能好好思考事情呢？”去。 搬一台音响过来。这两个纪检人员眼神一碰，赶紧出去找了一台大功率的音响。严俊看看曾毅的睡相，指着音响说道：“给曾专家放点音乐，舒缓一下情绪。只有身心愉快，才能更好的想事情嘛。吗”按下按钮，屋子里就响起了唢呐的声音。 叫的是天翻地覆，可曾毅依旧是鼾声如雷。声音开到最大，曾专家喜欢热闹。严峻连喊了两声，旁边两人就近在咫尺，竟然都听不到他在说什么。最后还是严峻亲自过去，把功率拧到最大。等换了首曲子。 一声鼓槌响起，差点没把严峻的心脏给震出来。这大功率音响的威力还真是非同一般呢、啊。连续换了几首高分贝的所谓欢快的曲子，曾毅终于有点要醒过来的意思了。严峻坐到曾毅跟前，点着一颗烟，慢慢抽了几口，才问道：“昨晚睡得还好？” 曾毅眯着眼坐了一会儿，才适应这屋子里的强光。看到严俊，他说：“哦，严严组长啊，早早，呃，早饭吃过了吗？”严俊弹了弹烟灰：“我的早饭就不劳你操心了，还是想想你自己的问题吧。昨天想了一夜，有没有想起什么呢？”曾毅活动了一下筋骨。 哎呀，严组长吃过了，我还没吃呢。是不是等吃完饭以后再说这事儿啊？严俊一挥手，下面的人就去准备早饭了。你放心，咱们办案，饭菜绝对管饱。几顿饭嘛，我们还是请得起的。一会儿吃完了，就赶紧交代问题，早交代早解脱，回家到床上躺着睡觉，那该多舒服呀！ 不一会儿，早饭端来了。这有四片干面包，烤得跟石头一样硬，一点水分都没有。曾毅拿起一片来，掰碎了往嘴里一丢，慢慢地嚼了起来。严俊故意问道：“怎么样？这西式的早餐还合你的胃口吧？”“嗯，这面包烤得不错，别看它有点焦，吃了却可以助消化、去油腻。” 治老老胃病也有效果。严峻本来是想奚落曾毅的，没想到讨了个没趣，心想：“你小子就装吧，相信你肚子里很快也就没什么油腻可去了。”吃完一片面包，曾毅拍了拍手，哎，就是太干了，不吃了。就听严峻问道：“吃好了？那既然吃好了，就把自己的问题好好想一想。” 想清楚后就写下来吧。曾毅坐在那里顺着气，也不知道是谁想出这么一个损招来。想在这大灯泡的照射下吃掉一块干面包，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嗯，严组长，我是稀里糊涂就被你们拉了过来，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让我怎么交代呀？那我就给你再提个醒。 你好好想想，有没有人给你付过巨额的诊金？有没有人暗示过要你在保健基地的项目上给予关照？你把这方面的问题彻底向组织交代清楚。曾毅摇了摇头：“我昨天不是都向严组长交代了吗？袁文杰让我关照他，可我没答应啊。把你这些小滑头手段都给我收起来，我见得多了。” 别以为这样就可以蒙混过关。组织上既然要调查你，肯定就有了足够的理由和证据。旁边的两位纪检人员也立刻开始了攻心为上的说辞，一会儿唱红脸，一会儿唱黑脸。一个说道：“曾专家，我劝你还是尽早认清形势，不要心存侥幸。”另一个说道：“组织上让你主动交代问题，那就是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呀、啊。” 曾毅，你可不要辜负了组织上这一片良苦用心呐、啊！抗拒到底，对你可没有任何好处。曾毅打了个哈欠，昨天晚上他就是听着这套说辞睡过去的。作为一名中医高手，曾毅要想控制自己的身体实在是太容易不过了，一掐一捏就昏睡了过去，管你们说的天花乱坠。 我就一个沉默是金，我就不信你们还能一直把我关下去。到时候审不出问题，我看你们这些替袁文杰冲锋陷阵的倒霉蛋儿怎么收场。严俊他们还在那里苦口婆心，连哄带诈，可一转眼又听到曾毅的呼噜声，当时这鼻子都给气歪了。严俊脸色一沉：“怎么回事啊？” 屋子里的光线怎么这么暗？这让曾专家怎么写材料啊？去，再加两盏灯，把屋子里搞得亮堂一些，不要死气沉沉的，要不然人家还以为我们掏不起电钱呢。那两名纪检人员立刻又添了两颗大功率的灯泡，直直照着曾毅。严俊出去，坐在招待所的院子里。 在一棵大树底下摆了一张小桌子，悠闲地喝着茶。听到下面人问，他就说：“哎，真是倒霉啊，碰到招待所检修暖气管道。等一会儿曾专家醒了，就告诉他一声，让他多体谅，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嘛。原本这个纪检小组是九个人三班倒，现在可好。” 基本每隔二十分钟就得换一拨人，工作人员换得如此勤，尚且感觉受不了。可曾毅坐在屋子里那张椅子上睡得死沉，要不是还发出轻微的鼾声，他就跟一个死人没有任何区别。最为奇怪的是，他的额头上一点汗也没有。虽然有多盏大功率的灯泡照射，还有灼人的高温，可是用手去摸。 并不感觉他身子热。时间往后又过了一天，纪检人员都害怕了，跑去找严俊。严组长，这么下去可不是办法呀！严俊咬着牙，他心里也有点怕，但没有办法，事情到了现在，必须硬着头皮上了。要是曾毅再不招，自己可就很被动。 可一连几天过去，严峻的算盘落了空，硬气的曾专家扛住了，反倒是纪检的人员扛不住了。对曾毅的调查简直就是对纪检人员的一种折磨，是一场噩梦。大伙在屋子里大汗淋漓，而曾毅却在那儿鼾声如雷，甚至换上帕瓦罗蒂的高音演唱，也把他震不醒了。 而可恨的是，曾毅一到饭点儿就自动醒了，美滋滋的嚼上一片干面包，然后接着睡，把他们气得直牙疼，却毫无办法。严峻双目通红，声音嘶哑：“曾毅，顽抗到底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你最好放清醒点，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了。” 他自己想出的妙招倒是把自己快熬干了，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曾毅嘴里嚼着干面包，交代什么？该交代的不是都交代了吗？这个屋子里热得像是放个鸡蛋都能熟，更何况是人呢？这几天熬下来，纪检人员不轻松，曾毅也不轻松。 他虽然有办法对付高温，但毕竟不是神仙，熬的时间久了，他的身体也会撑不住的。他此时正在琢磨着要怎么样才能给自己身体补充点水分。严俊已经丧失了耐性，他直截了当地说道：“你只要在这里签个字，承认自己收了钱，立马就能从这里出去。收什么钱？” 曾毅看出来了，严俊这是图穷匕现，铁了心要让自己屈打成招了。曾毅想出去，早就出去了，可他不能这么做，自己一走，就算再清白，也变得不清不白了。严俊把矿泉水瓶一收，站起来：“我看你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跟组织顽抗到底了。” 那就别怪我没有给你机会。他一甩门就出去了。就算喝着冰镇的矿泉水，他在这间屋子里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严俊刚出去不一会儿，屋子里的人就跑了出来：“严组长，您快来看呐，曾毅怕是不行了。”严俊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子，赶紧推门走了进去。 屋子里的大灯泡此时已经全部关掉，而曾毅躺在地上，人事不省，脸色发白，气息微弱。翻开眼皮，那瞳孔竟然还有些放大的迹象。严峻心里有些慌乱，大声喝道：“还愣着干什么？叫救护车呀！”纪检办案是禁止和外界联系的，可此时也顾不到那么多了，当即跑出去一个人。 直接到招待所的值班室，拿起电话拨打了幺二零急救电话。刚放下电话，一连好几辆车冲进这招待所的大院，并排排开，然后走下来十几个人，为首一个三十岁出头，面色严肃，指着办案的独立小院说：“就是这里了。”在那个人的带领下，十几个人就往这小院里走了进来。 纪检人员赶紧上去拦住：“你们是干什么的？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就敢随便乱进？”而立刻就上来几个人，前后左右把那人往中间一夹，然后亮出工作证说：“我们是中纪委监察五室的，请你配合我们办案。”而那个三十岁出头的人，正是方南国的秘书唐浩然。他上前问道：“曾毅在哪里？” 纪检小组的人这才回过神来，赶紧指着身后被大树挡着的一栋小楼房，在在在在一层最左边那间，还愣着干什么？快带我们进去！纪检小组的人赶紧在前面带路，众人进了小院，绕过那棵大树，就看到了一栋灰白色的二层小楼，外表斑驳，看起来有些年头。 唐浩然几步来到最左边那间房的门口，是这一间吗？啊，是、呃，没有错，就是这一间。唐浩然推门就进，谁想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他差点被这股热浪打了回去。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怎么会这么热呀？连吸进鼻孔里的气都感觉热辣辣的。 而屋子里的几个人此时正七手八脚把曾毅从地上抬了起来，而这一幕被唐浩然看了个正着。他看到曾毅一副人事不省的样子，当时太阳穴就突突狂跳。他怒喝：“你们要干什么？给我住手！”严俊此时心里正乱作一团呢，回头看到门口站着的唐浩然，就暴躁起来。 谁让你把这些无关人员给我放进来了？还不赶紧出去！而中纪委的人走了过来，一辆工作证：“我们是中纪委监察五室的，请你配合我们。”严峻的心里顿时狂跳了起来。中纪委的，中纪委的人怎么会过来了呢？而中纪委的几位看清楚房里的情形，也被惊呆了。 头顶十几盏大功率灯泡，就是往这里一站，又已经汗流浃背了。而这位曾毅竟然已经在这里熬了几天。唐浩然上前一把扶住曾毅的肩膀，摇了两下。曾毅，曾毅，方书记派我来接你了，你快睁开眼看看我。严俊一听到“方书记”这三个字，就是喉咙一紧，他多少知道一点内幕。 现在中纪委的人亲自前来解救曾毅，这说明事情已经通了天。晃了两下，曾毅毫无反应。唐浩然一矮身就把曾毅背了起来。出门的时候，他看着严峻怒哼一声：“你们等着接受处分吧！我一定会向省委反映，并且一追到底。” 严俊下意识跟上两步，准备向唐浩然解释、呃：“领导，您听我解释啊！”唐浩然一路小跑，把曾毅背上车，厉声喝道：“开车去医院！”司机被唐浩然这副狰狞的面孔也吓到，一踩油门，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掉头，轰的一声就冲出了招待所大院。 唐浩然把曾毅在座椅上放平，赶紧找出几瓶矿泉水，全都洒在了曾毅的身上，再拧开一瓶给曾毅灌了下去，然后找出一份报纸，拼命的扇了起来。他的心此刻可悬到了嗓子眼了，曾毅可不能出事啊！他的手里还捏着那材料的原始件呢。 这些东西对扳倒袁公平十分重要，而且方书记的旧伤也离不开曾毅呀。这次方书记去京城，为了低调，没有把曾毅这名保健医生带着。可是，在京城找了几位富有盛名的大专家之后，方书记发现那些所谓的大专家都不如曾毅。方书记还特意做了个检查。 那个令所有专家都束手无策的陈年旧伤，竟然有好转的迹象。可以说，方书记现在只相信曾毅的手段。半个小时后，方南国也赶到了医院，进门就问道：“曾毅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大夫是怎么说的？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方书记，那帮人的做法简直是令人发指。 要是晚去一分钟，曾毅怕是就要被他们给折磨死了。方南国果然发了脾气，这件事必须要让他们有个交代。曾毅躺在床上，听到屋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没着急醒过来。就听方南国又问道：“纪检小组那些人都控制住了？”唐浩然答道：“都控制住了，一个都没跑。” 袁公平绝对不会觉察到的。嗯，好，杜处长，等曾毅醒来，我看可以收网了。房间里又响起另外一个声音：“如果曾毅拿出原始材料，就可以采取行动了。”两个小时后，就听唐浩然惊喜的声音响起：“方书记，曾毅醒了。”随后就听到沉稳的脚步声走了过来。 方南国亲切地问道：“曾毅，你感觉怎么样？”曾毅就要从床上坐起来，而方南国大手按在他的肩头：“啊、哎，躺着，躺着。”方南国一伸手又说：“曾毅，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中纪委监察五室的杜处长。” 一位面色威严的中年男子此时走上前来，伸手握住曾毅的手，脸上稍稍露出一丝欣慰的表情。小曾同志，感谢你为我们纪委提供了如此重要的材料啊！有几个问题我还想找你核实一下。袁公平，这天一早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右眼皮就一阵狂跳。 他心里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可是又说不上来。秘书早已经等在车前，看到袁公平出门，赶紧上前接过他手里的杯子，同时又赶紧拉开车门。就听袁公平随口问道：“那个叫什么曾毅的，现在怎么样了？”秘书赶紧说：“哎，实在是想不到啊，这么小小的一个主任科员。” 竟然是隐藏在我们干部队伍里的一条大蛀虫，纪检小组正在对他进行调查，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哦，袁光平哦了一声，就钻进车里。他也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问这句话。这两天他很烦心，先是袁文杰病倒，被送进医院之后人事不省，却查不出任何病因。紧接着，飞龙建设的一名出纳突然失踪。 袁公平已经动用一切力量去找了，因为这位出纳手里掌握的东西对他也非常重要。车子很快就到达南江省交通系统廉政建设大会的现场，南江省交通系统的各级重要领导此时都等在会场的门口。 袁公平的车刚刚停稳，交通厅厅长韩国生立刻上前拉开车门，随后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对袁公平行注目礼，簇拥着他走进会场。袁公平作为常务副省长，分管城建、交通这两个重要的部门。 而参加交通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会议，他义不容辞。不过，他最近露面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凡是能参加的会议，他都会亲自参加，四处造势，大有接掌省长之位的架势。在会上，就听他讲到，近一两年，交通系统陆续发生多起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交通系统的一份子， 一定要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紧迫性，要以案为鉴，防微杜渐，必须时刻牢记党纪国法。希望大家以此次党风廉政会议为契机，继续加强标本兼治的力度，把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反腐工作推向一个新高度，努力实现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为南疆的经济发展和谐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伴随着热烈隆重的掌声，袁公平结束了讲话。而交通厅厅长汉国生接过话筒，狠狠先鼓了一阵掌，这才说：“呃，刚才袁省长对我们交通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指示和意见。” 大家一定要深入领会学习，认真贯彻落实下去，绝不允许敷衍塞责。正说着，忽听“啪”的一声响，会议室的门被人推开了。方南国大步流星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七八个人。袁公平心里顿时就咯噔一下，马上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袁公平起身，快步下了主席台，朝方南国迎了过去。老远就伸出手，热情地笑道：“啊，方书记啊，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不通知一声，我好去机场接您呢？”会议现场的人都站了起来，汉国生等几个重要领导也紧随在袁公平身后，而方南国仿佛没有看到袁公平伸过来的手，他板着脸。 陈声说道：“公平同志，外面有位上面来的同志，有事要商量一下。”出到门外，方南国又介绍：“这位是中纪委的杜主任。”就见杜主任掏出工作证，亮明身份：“袁公平，我是中纪委监察五室的主任杜江，这是我的工作证。”袁公平听到“中纪委”三个字，就知道大事不妙。 不过他到底是一方大员，还能保持住最基本的镇定。他脸上强挤出一个生硬的笑容，伸出手：“啊、杜主任，欢迎您到南疆指导工作。”就见杜江收起工作证，拿出一份带有鲜红大印的红头文件，伸到了袁公平的面前，素声说道：“袁公平，现在你被双规了，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